青天大老爷，不准跪，皇上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跪。啊，今天开始跟大家最后聊点什么，我其实都没想好。其实有千言万语啊，想跟大家讲，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说我的感谢吧。就是我特别感谢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节目，然后我想跟大家说些心里话。今天就是最开始我为什么想到做这个节目，而且还挺有热情的把它做下去了，就是我可能有这种叫做 midlife crisis， 就是中年危机吧，不光我啊，大家都有。刚前两天看到第一夫人 Michelle Obama 也在电视上说，我剪了一个刘海，因为我有中年危机。所以中年危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做到了最强大国家的第一夫人，还是你做到了一个跑江湖卖艺快要收摊的一个人，都会有。所以这中年危机呢，导致经常对自己很失望，就是经常坐在这想一想，尤其这几年来，就是说我在干些什么，有些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就会想起中年危机一个特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会想起年少时候的理想啊。因为年少理想本来还一直在奋斗，但是到了中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最后能想起来的就是隐约的好像我们成长的时候不是受的那种教育，说要买一个房，说要挣一些钱，说要娶一个什么样的老婆，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子。好像我们回想起来少年时候受的不是这样的教育。那回想起来少年时候有什么梦想呢？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差不多60后70后我们从小受到一种教育，叫做长大了要纵横四海改造国家。那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前辈的大师们，前辈的知识分子们在做的那些事情，然后自己也小时候立下那些梦想。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去实践过，就不细来讲。大家如果知道，比如说20多年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发生过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也曾经努力过，然后也曾经尽自己最大的那种热血跟热情去为这个国家这个奋斗过吧。那最后大家就漂流四海，虽然没有是纵横了，不叫纵横四海，最后就漂流四海。大家那代学生出国潮是巨大的，我们班差不多一半以上在国外，中学还是大学都包括但是虽然漂流四海，但是是不是做到了自己的理想，说在改造国家这个挺失望的。就是有的时候午夜梦回，想想自己叫还算满腹经纶，但是报国无门，这个其实挺长叹一声吧其实我中间讲过关于移民等等。其实不管你到了哪个国家生活，你也是第一代移民你无论英文说得多好，其实你心里还是觉得你是一个中国人，那这是不用说的从这个大家看一代一代的海外的，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抗日到改革开放开始，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其实可能更加爱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吧我就更多的说这个民族吧，因为国家这件事，我是个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所以我对国家不是特别有热情，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我对人和对民族还是有很多感情的，所以就经常想起来说自己为这个民族做了点什么不是在标榜自己确实因为从小受了一种你叫伪精英教育也好，还是叫做这种中国士大夫传统的这种教育也好，所以会对自己很失望。然后我也经常跟我经纪人讲，我说咱们一年到头都在干些什么呢我经纪人也比较同情我，他说我知道咱们在挣钱，但挣钱这件事儿，这个是有一个阶段是有意义的，并不是说挣钱是不好的但是在一个阶段，比如说能改善生活，比如说能让自己更自由这个阶段是有意义的。当你挣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挣钱就变成了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不是说我有多少钱，只不过我自己欲望也比较低，我也不买房，我也不去做什么，我不买飞机，我也不去要花很多钱，我也不整容，所以就觉得在干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再加上自己创造力枯竭如果像年轻的时候经常能写出很多美好的音乐，然后陪伴大家一站一站的往前走，那其实也还心里挺欣慰的，就是能温暖别人，能够抚慰别人的心灵，其实也是挺快乐的。但是你后来看到自己创造力有枯竭，就是可能因为摆摊摆得比较早吧，就是早上4点钟就把摊支出来了，就是20几岁就
好像成名啊什么这些，所以到后来就觉得自己在卖些什么，就是一些已经都蔫了的菜，然后甚至把下水都拿出来卖一卖，觉得挺对自己很失望。所以就人在对自己失望的时候，就经常就想起来少年时的理想，所以就慢慢的想能做点什么呢。后来就正好优酷找到我，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至少经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年，从小也算读书长大，那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我觉得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人，那我们的理想可能是实现不了了，但是如果年轻人能够从被强烈的洗脑说一定要有一个房子才是完美人生，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规划才是一个人生，那如果能受一些感染变成还算有理想有一些信仰的那我觉得就算是我们为自己的理想在做一些努力吧。所以这个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个前面讲了50多期，其实大概的想一想讲了美国，讲了历史，讲了文艺，讲了军事，讲了这些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我自己呢是一个，因为我自己出身科学世家，家里全是搞科学的都是理工这个男理工女我自己也学的是理科但是我自己从小又喜欢这个译文，所以就各种琴棋书画，各种诗词歌赋，从小都在一直在练，没想到后来还当成饭碗了所以我自己有一些很多思考，就是之前讲的其实都是现象，这样的现象那样的现象但今天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这是个什么时代，以前是个什么样子。我觉得我自己因为学了科学当然也在做这个艺术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先说一下这两件事的区别我讲的其实都是跟译文有关的事情就科学的事情讲的很少，因为科学不是我能讲的，而且科学也不是一个个人观点的问题，科学是替天传道，科学是替爱因斯坦讲，替牛顿讲，然后替所有的这些人讲讲真理吧，所以就不需要在这儿讲了，大家在从小一加一就是科学，就是真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两个东西有意思在哪儿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其实是由科学跟艺术两条平行线在共同的平行的解释但是虽然是平行线在解释这个世界，这世界就是夹在中间，这边是科学，这边是艺术这个世界就像中间的这个火车，但是这两条平行线的速度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所有的我们看历史以及我们想问题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科学快艺术慢在后面追赶，有的时候艺术很快在前面解释了很多东西，科学在后面停滞着。那我觉得最开始可能就是艺术是先解释整个世界，因为那个时候科学很慢很慢，1000年也不发展一点那个时候艺术已经把太阳是什么那边说是阿波罗，这边说是后羿射日月亮是什么，是嫦娥还是猪八戒，这个然后大家把全都解释了，海是什么，天是什么，云是什么，人是什么甚至有用易经去解释的，然后等等吧，就是我觉得这些在我心里统称叫艺术，就先艺术的去解释这个世界然后科学追上来开始解释说那太阳其实是核聚变，是无数个核聚变在爆炸，然后导致了那么一个恒星月亮其实是一个卫星，然后它其实是因为反光的原因才会有阴晴圆缺，不是因为我们艺术的解释那样子，然后海是什么，地球是什么，地球是圆的，然后远方其实没有远方，因为走着走着就会走回来，正数后面有了负数，然后环路积分等于零所有的东西都科学开始解释，然后科学进入一爆发期的时候，基本上破除了以前所有这个艺术所解释的整个的世界，用科学来解释了，那我觉得就人类到了一个就是所谓的现代近代文明的时候吧，我觉得那个时候人类进入一个很昂扬向上的一个时候，大家看清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革命新的发明都来了，但是到了一战大家就突然发现科学虽然那么繁荣，但科学制造出来的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的死亡的人的恨不能加一起都没有，像突然出现了像一战这种坦克大炮飞机来杀人杀得尸横遍野，杀得大家回家看到的每三个年轻人里就有一个人不见了另一个人是一个残废，只有一个人孤独地活着那这个时候发现科学有问题，那艺术又开始巨大的蓬勃的发展，就是一战以后艺术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期，从文学到绘画到哲学各方面
啊，大家出现各种各样的主义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本来以为科学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那怎么突然人类变成这样一个，为什么这个人就没有了，三个人少了一个人，另一个人是残废，只剩一个孤单的人。啊，我觉得这个进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学艺术的时候最主要的学的就是这个阶段的艺术，也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这个后面的各个代做这个的人。那后来我觉得科学又开始来，我觉得现在就处在一个科学又超越了艺术，因为艺术把那些都解释完了以后，突然发现科学不光是那个工业时代的那些东西，那进入信息时代了，然后互联网突然就把人们之间的所有的那些忠孝礼义廉打破，然后变成了跟陌生人之间原来可以这么紧密的联系，原来这个世界不像以前说的要通过最少比如说六层关系或者有多少关系大家才能在一起，可能直接就改变了一切一切，甚至改变了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都被这些新的科技，这个信息科技改变了。信息科技一日千里，能做到的事情令人匪夷所思，就是最开始电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只能点灯用，没想到电还能洗衣服，电还能刮胡子，谁都没想到这些事情。只要互联网来的时候，大家只是觉得大家能见到，大家能通讯能联络，那今天互联网已经几乎能像电一样能做所有的事情。那一日千里的情况下，科学现在开始在前面领跑，然后又到了艺术停滞的时期。所以总的来说，当科学前进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艺术在前进的时候，实际上是引领人们的精神。所以当时通常人们个人的感受就是说，当没有人来引领自己精神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平庸的年代啊，为什么没有大师了，为什么没有艺术大师，为什么没有哲学大师出来啊，重新塑造我们的信仰，然后重新给我们理想，然后让我们前进。从个人感受上，就是因为生活的改善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时的，那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动物改善了生活它就睡觉了啊，就食物有了它就不再去捕了，然后能繁殖就可以了。那人总永远有那种改善生活并不是人真正的最终极的目的，人们就会感觉到精神上匮乏，然后感觉到好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代价，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所以我觉得一定还会有，这一波科技向前走的时候，一定还会给人类造成一些困扰，甚至更大的困扰，甚至比工业革命时期的困扰还要严重，甚至比就是我们曾经见过的困扰还要巨大，那所以我们。没关系，一旦困扰出现的时候，那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困扰了，不光中国啊，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